给大家分享一个斯巴鲁 XV 啊，这款的阀体是在上面的，换阀体是搁上面能换，然后齿轮油呢在这个位置加注，旁边那大的这个位置是给齿轮油看油的，看油面的啊，正常的话就是不用打车加躺了就够了，然后变速箱油这个位置是加油的，看变速箱油呢是在这个位置啊，加油看油都在这个位置，完这个位置是放油的，这个呢是分解开的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非常直观啊，齿轮油搁这个位置，这是放齿轮油的，这螺丝能看得到啊，完这个位置是溢流孔，搁这个位置躺了，也就是这个螺丝松开之后躺油就够了啊，然后变速箱呢这个看油啊，咱们看这个壳子里边这个位置